悬疑问答。请问佛台上换下来的花是不是不能直接扔垃圾桶，最好能用袋子包一下呢？最好包一下，嗯，直接扔垃圾桶嘛，因为现在好像有两种垃圾吧，干净点的垃圾桶应该还是可以的，因为没用了嘛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吧，包一下嘛更好一点，垃圾包一下也好。好的，干师傅。